根本停不下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那现在呢，我是来到洛杉矶的马路边边，然后在这边吃火锅。马路边边呢，听说是四川非常出名的串串的火锅店。然后它在这一边呢，就是你们记得，如果来之前的话，最好就是打电话呢先预约排队。然后它这一边呢进行的一个方式就是扫码来点菜，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，就是你们只能用一个手机来扫码点菜。然后呢选择你们自己要的汤底啊，或者你要吃什么啊，所以我就点了很多猪肉啊之类的，然后他们就可以拿上来给你们吃这样。你们所要点的菜呢，除了在料区呢，你们都要用手机上进行一个点单。反正就是它这一边呢有那种串串的区，然后你可以看到冰箱那边就各种各样的串串，然后呢有一个大的酱料区，还有一个水果区，然后蘸料区呢好像也有蛮多的，然后它还有海带呀、啊、什么吃，你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蘸料，然后你们就可以吃。哇，超快的，红汤糍粑来了，我现在迫不及待想要先吃一个。它的红汤糍粑好特别哦，长这一个样子。红汤糍粑我觉得不错，我好喜欢吃这个。嗯，我的小鲜肉也来了，小鲜肉长这个样子。哇，小猪肉好特别啊！我这是第一次吃小猪肉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这好不好吃，但是我觉得还不错。嗯，我喜欢吃小猪肉啊，海带。我喜欢吃这个。我说句实话，我觉得他们的价格很 OK。虽然在洛杉矶吃火锅，你们都知道非常恐怖，但是是觉得马路边边的价格很 OK。全部放进来。哎呀，好烦哦！希望不要有产权问题。尝一下啊、哦，对，应该是羊肉，嗯。那边还有，嗯，哇，花椒鸡好吃，哇，它好好吃哦，我觉得花椒鸡的超好吃，花椒鸡超好吃，对吧？哇，你们看。嗯，先把串串吃了，好不好？再串串，这个可以吃了。嗯，串串好吃。嗯，太好吃了，唯一的广东人都可以接受这个辣度，超好吃的。这看起来有点像那个奥尔良鸡腿肉。嗯哼。其实好尴尬，每次别人都在看到我拍片的时候。好嫩哦！哎，它这个好像用那个奥尔良腌料，它是有腌过的。嗯，要吃牛肚。奥尔良牛肚。相当好了。嗯。对啊。嗯，哇。嗯。哇，超好吃，根本停不下来。嗯。吃菜也很好。哇，你们看，然后已经吃完这么多了。有四大片，五大片，五大片。嗯，我们居然吃完了。哇，你看还剩超多花椒没吃。没给你省着呢。哎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在拍片看不见。真的。
好吃。猪肉都快吃完了。我自己一个人，小酥肉要吃完咯，真的没有在省的，你们看。其实我们已经吃完很多了，然后一捞还有这么多，对，还有这么多鸡。第一次，他估计有一小只鸡存不下了。才15块，对吧？15块就。对。他们刚刚那个花椒大概有10块左右，10大块，然后还有鸡，他们鸡超好吃。他们的花椒超多，超好喝。还有西瓜，还有这个东西，那好甜哦，西瓜超甜。是我太久没有吃西瓜了吗？西瓜超甜啊。这一家呢，大概是我在洛杉矶吃过的所有的火锅之中呢，性价比最高，然后最便宜。好，我们现在吃饱了，然后准备回家了。如果你喜欢这期影片的话呢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 channel， 记得订阅我的 channel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喽，大家拜拜。